暌违好多年，小帅虎陈志鹏终于要开演唱会。当年的拍档吴奇隆、苏有朋都录制影片祝贺，当然免不了被问到小虎队届时有没有可能合体呀、啊？票都留好了，那至于怎么样，只能让大家来现场看才知道。吴奇隆日前举行婚礼，陈志鹏和苏有朋都到场，破除多年来不合的传闻。不过却有眼尖的粉丝发现，陈志鹏的脸似乎和以前不大一样了。他也首度坦诚，多年前的确因为拍戏烧伤，接受换肤手术。这个照片是在香港的时候，我去录音的时候媒体拍的，然后我拜托他们千万不要发，因为我不想让我的父母。所以你爸爸妈妈当时不知道你烧伤的事情吗？因为我发了这张照片，所以不要这样子。原来是多年前拍摄电视剧时意外被炸药烧伤脸部，陈志鹏还为此疗伤达两个月，并接受换肤手术。当时怕父母担心，一直没有曝光此事。如今选择直接面对，卸下心理压力。五月份接着还要开个人演唱会，小帅虎要再出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